两千零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五号，今日是礼拜三哈。啊，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天气拢差不多是晴云到好天，依然同款。啊，这个部分山区也阁是有一寡短暂的雷阵雨。旧历行到七月十八号，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6度到34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我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啊！今晚就来甲进行着咱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来甲看新闻。来，首先吼，咱要甲听众朋友报一件这个好消息吼。咱顶一阵啊有去租这个 A G 的朋友的人吼，今晚来开始吼，这个75岁以上有去租 A G 的人，今晚当来租第二期啊吼。啊，这租第二期这到底是各管区吼，家己去啊做处理，还是中央吼来统一吼啊来做这個？的调的，咱唔知呀吼，这边人家听讲嘛，你讲国内中国病毒武汉肺炎注射的人口啦，来到今仔日已经吼到40%，啊，拍算伫9月初吼，大约有45万的75岁以上的长辈时段有住过 A G 的人，已经经过到今仔日满10礼拜啊。所以伫9月中以后吼，就会当进入第二期的注射的时阵啦吼。啊，指挥中心拍算伫本礼拜要公布吼第七轮吼，这是第七轮注 A G 的规划。啊，指挥官陈时中嘛向少年家囡仔话话啦，讲注射的年龄吼，真紧吼，得慢慢吼，下骹就是少年人吼来做开放。日本前送予台湾第一批124万剂。A G 的乌龙虾伫6月15日开放75岁以上的人来注射，啊，第二期啊注射期间已经来到啊，但是中表示讲会保留部分的乌龙虾，予因来注第二剂啦。啊，有个吼啊注射的期间吼，伫9月中旬佮开始吼，佮会有侪人起来，啊，嘛会请吼各管市政府啦来协助预约加登记哦，即各管市家己预约登记啦吼。啊，那是讲莫德纳的乌龙虾吼，会留一部分予第一类的医护人员来做混打吼，使用吼，会当吼，会当吼，迄个男女用。你譬如讲，你第一期做 A G， 你第二期要做迄个莫德纳会当吼，啊，这是针对吼第一类的这个医护人员才会当啦吼。啊，指挥中心发言人啊，曾林群啊，曾林雄啦，伊安尼补充咧讲咧，讲目前啦吼，有过9月初3满10礼拜75岁以上的长辈时段，大约差不多有45万人，伫这礼拜会来宣布吼啊，第七轮注 A G 的疫苗的第一剂，包括第二剂分配规划的工作。简单讲就是讲，伫这个七月啊，伫这个啥？第九月吼，就来宣布吼，注第二剂的人，包括第一剂，或者少年家囡仔第一剂，你要注这个乌龙虾，你要注这个 A G 的人，咱来登记啊。这各管区方法都无同啊，咱台南市第二剂爱去预约啦，爱去预约，我听讲不话问的是讲爱去预约就对吼。我就是这个问题问了真好，就是上浮你感觉，啊，照这这样咧，未通哦。哦，啊，这唔得，再也无定着伊过一站啊，了有咧赶快用通知啊，无咧卡啊，因为阮母啊去做的时阵，伊第一节就用通知的嘛。啊，你母啊多有这个，阮这个用心啊。我要去找人他做的人是超过10礼拜了，对了，
一礼拜两个两个月嘛，对啊对啊，我某已经就超过两礼拜去啊，两个月贵啊。所以这个各管局可以通知啦哈，啊，咱那爱预约哈，像麻烦因啊，是谁到三江预约者，上边我是第一者啦，阿未住的，爱赶紧去住啊，第一者有足侪人啊，佫阿未住的咧，哈，爱赶紧去住住的，安尼就对哈。好来，感谢啦，啊，这是这个疫苗的新闻哈，先简单啊，大家做节目，不离个这是75岁以上的哦。第二期啦，75岁以上的吼，咱阿未啦，吼，咱这个咱个阿星阿幺年啦，阿未张大哥有啦吼。好啦，我冇买，我哪买呢？那一批啊，一批啦，一批怎样？一定我做莫得啦呀！啊对对对，莫得啦，我做莫得啦，我阿爸就爱当莫得啦。我有可能莫得啦，当三个月四个月冇一定。冇得讲系，我莫得啦，这不是这不是给能诶。二十礼拜到外国哈，诶，安尼呢？这莫德纳有可能爱，莫德纳看慢，看慢，我今咱这里等呢，就这部叫阿星卡定，和拜登给甲出一个看。回来，我寄个假疫苗回来啦，哎，两百万，这无他搞啊！你今嘛欧万七冠啊，唔好。明仔载就当水煮给你。这莫德纳比当混打。啊，无我想要来做高端的嘛。高端的，我就平常啦。哦，对不对？莫德纳唔在时个高。教会开放混打的嘛，无得空的，嘛无得空。因为是咱前咱即马目前咱是无了，对啊。外国混打是足济的，吼，拢拍过来拍过去，安尼对啦。好啦，啊，这混打效果到底好啊歹嘛，是个专家讲专家的啊。啊，咱台湾是有实施啦。嗯。第一类的医护人员要互伊做混打了，对啦，吼。这表示混打起来应该是袂歹安尼吼。好，感谢。0800-0500-6688吼，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来接下来，咱今仔去看到这个头版的吼，新闻有来报道吼，这足久以前无搁在吼，足久吼无搁在吼，啊，这报道就是针对东山会吼，啊，针对着这个国民党的中央吼，诶，这一挂不动产呐，这一挂所谓，迄当时国民党对啊中共吼拍输走赢，来到台湾啊占台湾人的这个财产吼，即马一一拢去有东山会甲。对特特等啊，去年不是妇联会啊，妇联会迄条个特，妇联会啊，佫足济，包括中影吼，啊，即马中影佫再佮特会转来吼，交15000万，佫兼吼，讲伫中影古早以前所翕的300多支的即个台湾的片了，对吧？吼，本来吼，全部吼，国民党拢佮袂好过台强，就是过台联姻小弟嘛吼，啊，即马过台强，愿意吼，佫再吼，拨出15000万，兴国三会，啊，迄个唔是国。三会啦，迄个啥？应该是就是免发袂记钱吼。东山会，东山会，啊，佮包括吼，因共接收去吼，迄当时马英九的手内吼，无条件送伊的300几支的电影，大账簿拢我无条件送我这个柜台中，即马只300几支嘛，已经要吐倒转啊，对啦吼。那这边咱个听讲嘛，中央的资产呐，2002年去予国民党用着31亿。安尼粗俗俗的介绍，卖予郭台强。啊，东山会伫咧推特不动产多年了后呢，昨有来甲中影公司来签署行政合盖的契约，中影同意阁上交易5000万，就是伊当时马英九吼，给减算交易5000万，单卖予郭台强。迄东西就是减卖就对了啦吼，减卖啦吼，本来这个物件都价值吼一千万啦，你搞啊吼卖500万尔尔，差上济啊，精算了后，搁再吼甲对套倒转来吼，啊，即卖中央的头家就是郭台强嘛，愿意吐出吼，搁加吐出交易5000万出来，啊，这爱钱。当然讨好幸福国家就对了吼，啊，并且从这个中央古早以前伫咱台湾所翕的330支的国片的版权全部吼，拢转为国有，啊，和这个应该爱幸福国家的全部拢收归国家就对了吼，啊，根据契约的内容啊，这个。啊，第一咧讲咧，讲中央公司吼给付吼中华民国的交易5000万，伫契约成立生效之日诶，隔天
去六十天来吼，将款项拨来到东山会所指定的中央银行的账户内底。第二，中央伫2006年的4月27日吼，进行所摕到的这个啊，著作财产权啊，就是摄到的电影的资产所有权了，对啦，全部拢归还给中华民国。啊，那第三呢，伫中央吼。照片照件，头前咱讲迄两项条件的时阵呢，东山会也来会之吼，2018年认定国民党赋税组织的部分。第四呢，这个国产啊，这个东山会吼啊，都爱吼徛伫查明历史的真相的目的，继续搁再吼找出来挖出着国民党持有的重要的股份时阵的历史资料。第五，双方吼啊，即马吼当伫咧拍官司当中。对啦，以这个拍官司顶面来和解，也是中央来撤回这个起诉的方式，来终结吼官司的程序。嗯，简单讲，就咱咧听这个，伊个大家无啥物感觉啊！吼、嗯，这啥人无感觉？你敢知啊？主要就是对特当来这物件有无是政府退去啊？嗯，啊，政府退去当然就属于全民的啊，无像较早是国民党一党独大家己的对吼。啊，但是呢，这个虽然讲是政府的来讲，但是咱人民无感啊，无感觉啊。你今仔来讲啊，国民党退一条对不对？嗯，啊，迄条扣掉成本以后存落来的钱呢，全部都拢啊拍成迄个做啥？迄、那个现金券安尼，嗯，还是拍做现金券有无吼？啊，来台湾人每一个人分过一样呢，这大家都感觉啊，大家感觉都归感觉，别等讲又去对着倒一条啊，啊，这无啦吼，啊，这咱就罔听就好啊，啊，都听了嘛是灰灰啊。单单讲就是国民党较早私下买卖迄个中影，介绍上俗，爱甲对套。啊，第二就是留落来一挂只电影，迄个影片300几台有无哈、嗯？全部拢对套当安尼尔啦，大概是。330台啊。其中有啥物？较早恁有可能有吃一两块的《英烈千秋》啦。啊对啊，对啊。那个《800壮士》有诶无诶啦？安尼对啦。这个到日本人咧整的电影，咱实在是唔免搁再上报啊啦吼。啊，但是甲姜伟啊咧拍的电影有无哈？嗯中央迄阵拍足济嘛，中央较早等于中央诶嘛，啊，就拢做做这个洗脑式的宣传咧。我还记我较早读国民学校诶时阵吼，搁把一边老师带队做位去看电影，啊，就是看中央诶啊，看迄个敢若是大摩天轮诶款，伫咧南都看，南大啊南都啊，你外街头迄间南大。南大吼，哦，伊外街口迄间就对啦，我外阵就去遐看，迄老师带队做伙去看迄块叫做大摩天轮，迄个中央拍的，嗯，啊啦，迄种甲姜伟啊咧拍的片啊有无吼？嗯，咱就提起来加减往报，报好啊，和国民党家己迄种关系。我用线拢收的啦，啊，就讲拍来靠遮好，我用来拍电影拢哔哔。一个拢当咧鬼拍诶，我用了对样吼，啊，这个是叫我们拍个糟蹋无了。其实拢是早前遐开诶钱拢加开诶啊，嗯，尤其吼，伊一部分正大部分就是吼，拢开咧国民党吼，含日本吼，底下咧战争啊，系啊，啊，迄拢是洗脑诶啊。嗯简单讲就是，甲咱台湾人要挑化日本人，互咱台湾人看，就是甲咱台湾人讲讲早前统治恁的这个日本政府，就是讲这里那鬼类啦，这里那龌龊啦，这里那歹啦，这里那有诶无，东东西西无一块对诶，对啦。结果一个无偌久诶时间，尔尔真相自然慢慢出来了后，尔台湾人有做怨恨日本人嘛？无啊，无啊，是恁国民党咧洗脑，所以钱就加开诶嘛。本来就拢加开啊，以前洗脑诶时阵，敢那塑造两大敌人嘛。第一就是日本人嘛，所以拢拍了800壮士啦，什么种种有诶无？迄较早看日本人咧战争诶，迄个影片。啊，第二啊，塑造诶敌人啥物人？就是中国共产党啊。嗯。所以就拍迄个拄则我讲诶大摩天轮呐，啊那无就啥物823炮战呐，啥物碗糕有诶无诶，就拍这个。结果台湾人并无讨厌日本人啊。无啊。啊，中国国民党嘛无讨厌共产党啊。啊无。你讲真正怎样解开诶？对啦。佮对共产党好甲要害，哎呀，贵甲对伊别嫌是好，迄个贵，迄个比较贵，贵白啊，哎呀，啊，是拢加了的啊。好啦，啊，即个我都讲过，讲这退回来的钱吼是属于国家的啦，咱民众是无啥物感觉啦，吼，所以加减听，加减退或者怎啊。那是专利经营的一块。当然是啊，就是这个无感啊。哎呀，退，但国民党譬如讲退50亿，吼好，啊50的退回来了，这50亿扣掉退伊的过程的成本以后，啊怎啊？
都2300万、嗯哦、啊一个样本过年安尼吼，加减本吼，或者一个样本10块、20块、50块安尼嘛是会使。就是进前打进打打打进两年尔，报复年会有无？啊，收费唔是一间什么会啊？是栋大楼，栋大楼个收费吼，迄嘛是做人情义，所以加减有咧做啦，啊有咧做，有咧做啦。啊，免啦做啊，人民感受会深安尼较重要。啊，即摆问题就是讲。已经做掉啦，基金套上来，像迄种大楼个套上来，对不对？嗯、啊，也无讨论掉啦，都过去啊。都过去啊。啊，今早无讨论来，就阮大家讨论到一边去。啊，怎么讨论啊？都无讨论啊，都误会万不成啊。啊，无啊，对不对？我边安尼咧，啊，无讨论啊，无讨论，就讲你东山会东西，今早以前做做阿无专门有星星出来打，是咪东山会星星咪？嗯，对啊。啊，时间未到要死啦，怎么还无讨论啊？啊，无人个无都讲啥物啊？啊，星也是在讨的啊，对不对？讨无等下又没啦。他们这个都是我们没了啊，他们应该了啊，老婆现在老婆了，对啊，我那我在做人鬼啊，用心过了，我在做人鬼啊，好了，对了，对了，对了。胡仁辉哈，那间叫做美林楼啦。哦，美林楼对啦，对美林楼啦。他进刚才消息你啊。对对对对，一个一种从低过三数哈，来办一些专业。对，美林楼你懂啊？未识懂啊？安尼吼，美美林楼啊，对啦，美林楼啦，美林楼啊，就美林楼。这是老蒋的某的名，你啊，你别个讲，哎，他那老蒋爹中国，抬头，你两位抬头，我来抬杠。今嘛讲咱叫美林啊，美林。做咩美林店咩就错啦？美林楼，我多听哈。美林店美林楼，美林楼就美林楼。好，来感谢0800-0500-6688哈，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定位。来进广告，进几个广告了，下面再个倒转来哈，感谢。你状况是安怎？你讲我大家听看卖下来。本来是阮太太一阵头壳心哦，去迄修理车爱后门挂钢条啊。哦，修理车的后门挂，一钢条啊，一钢条。一阵哦，嘿，我咧看啊看无好，头壳拢会疼。头壳啊，变带一个兄弟啊，就对啦。嘿，头壳拢会疼。哎，食了吼，啊，今仔说未疼咧，好去啊。完了。讲啊，拢未感冒，啊个讲哦，足用的啦，我再来好好耐用的。咁，我精神继续好啊，就对啦。对，即马就是，嗯，你做看咧，有诶，有啊，伊都。我啊，阿顺就叫我食，因为我较早，诶，病病拢会疼嘛。哦，病病，诶，我病病拢会讲尖的胃安尼哦。你这算偏头痛的是种诶，偏头痛，对，是。啊，拢住下，这样那就好。哦，住下啊，拢住几天？我想讲，阮太太，啊，你买食看咧。嗯。我头先阮太太啊，食五六年了哦。啊，每遍拢叫习惯嘛。啊，是。你无断的啦，今妈妈继续去食。安尼哦，感谢你。好，今下就较早拢初初拢食，要三顿哦，啊，三粒多九粒嘛。是。哎，啊，食两三年了，看有感觉改善哦。好。啊，今妈。就讲吃三粒哦，就讲保养的，就讲算吃保养的，还是对。哎，保养。是。我唔是讲安尼哦，我唔是讲头壳哦。嗯。迄阵哦，身躯拢会白吼。哦是。还佫会流清汗。好。哎，做食了吼，我那有改善啦。哦，安尼。改善了吼，那边的耳啊吼，耳后迄个，咱咧颔骨那样吼，嗯，有生一条啊。嗯。刚刚咱咧什么？我一条，我做完路咧，算整就完起来就对啦。嘿，无讲介大完啦。嘿，我就洗完啦，我就讲，我真系整一条咧。好。因为我过去我喺东厂诶哦。对。诶，我你阿公说，诶，讲说李兰啦。好。你讲说姓李兰。李兰捌听过，嘿。诶，李兰哦。我讲无伊咧。嗯。啊，我咧东厂嘛，50岁就转去啊，我今年66嘛。好。我烦恼个，我唔敢，我太晒啊！哦，你是，嘿，后尾我就叫，我叫三顿来食。嘿。我食到差不多两个月哦，
无论哪忙，无论哪消。哦，那么哪消嘿？啊，今嘛是做怎啊无去啊？哦，这样这样。哦，我咧无我烦恼者，烦恼到要死。哦，是是是。我那海啊，我还是那个阮当初的同款。哦哦哦哦哦。啊，我阮一个，阮一个啊，高中的竞赛。哎。伊个台中哦，开个印刷厂，开足大间，还开饭店。哦，是。四十岁哦。同款生一条鸡啊。哦。我就慌性啊，我唔一直惊啊。我讲你会紧张啦吼。我会又会紧张哦，我烦恼噶呢。我唔教阮太太知影啊。哦哦哦哦哦。哎，无阮太太烦恼啊。你买烦恼，我再你阿讲。哦，是是是是，啊，这么样拢消去啊，就对啦。拢消去啊。哦，真好真好。我昨暝做哩暝，我再你阿讲。哦哦哦。你看你也免甲我讲，我就惊你烦恼啊。我阮当初的吼。哦哦哦。我就。安尼，姑仔，您太太。哎。那帮哦，帮走路拖倒人安尼啦。哦哦哦。拄到咱后壁阿妈滚筋有无？嗯。正平阿妈滚筋只。嘿嘿嘿。要一个大板筋嘛。哎，是是是，对对对，嘿。嘿嘿，哎呀，遐我补起来去。哦，这里压就对了。哦。我有这里压。哎呦呦，啊，即摆拢无呀，拢消掉呀，就对了。拢消掉了。啊，恁太太讲较早迄落去哦，迄个旅行车后斗磕着头壳，迄个骨伤拢会造成头壳疼，压无呀，对啦。啊！你的偏头痛麻烦，那改正啊，正好是咯，麻烦好啊。好嘞，感谢啊！今嘛是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哈啊，就做咱广告的时间啦。啊，听众朋友呢，将着因这所使用的咱生产公司啊，咱是多山，而这里来做经验，伫咧节目中，看听众朋友安尼来做分享，原因真简单吼，原因真简单，就是好的物件啊，报答下来做了解吼，好的物件报答来做了解。那么由着因本身家己亲自所服用了后，而这个经验加这个改善的状况啊，来讲我大家来。听，你讲的症状，每一个人拢做每一个人的症状，但是伊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讲，这拢总困扰因真久，诶，真侪真侪症头，拢安尼一项一项慢慢啊做改善吼。所以咱士多山，咱一再咧甲咱强调，伊毋是药啊，吼，伊毋是药，足侪人辛苦白听，靠个啥，靠一个止疼剂，我止疼剂好用无？真正好用，所以食落去半点钟、一点钟后无定着，随家你这个疼，还是你这个感觉，暂时甲你治落。但是人未记，迄是暂时的吼。那么一天一天安尼累积落来，到底伫你的身躯顶，到底累积有偌济的艰苦，你家己嘛唔知，累积偌济毒素，你家己嘛唔知。等到有一天规个逼起来的时阵，哇嗨呀、啊，迄个时阵要来总总未赴啊吼。所以咱圣山公司，咱的喜多山欢喜的喜，多少的多，山顶的山吼。喜多山啊，这当可咱做着营养的补给。健康的维持，促进咱的食欲，消除疲劳，增加咱的体力，延年益寿，帮助消化。那么上头是调整体质，加咱的生理机能吼，调整体质，加咱的生理机能，这非常的重要吼。啊，伊奥妙伫倒位，当然爱你家己本身来做坚持啦吼。咱全国免费的机会专线电话：0800-0500-0500。啊，咱欢迎，咱电话甲沟通 AM 七点以前，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对着咱圣山公司这么多所推荐介绍的所有优良产品，啊，咱欢迎电话甲敲过来吼，0800-0500-0500，感谢，是非常的感谢，0800-0500-0500吼。来，咱即马是从咧各位圣山公司产品十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三款以外。咱能够提供这些精品，未来和朋友做挑选。二十款的朋友，你能够经十四寸，将咱台湾制作旅行的巅峰。你要个金梦特胶，热天也无通啊一领，金金钻不沾草锅一支，32公分宽。金圣山公司另外有30粒，整个保顺健惠安所喜玉清金立明30粒。这种会用尽，咱一道经一项为完结。啊，另外一处呢，各位生产公司产品五款的朋友，咱都加上吼、哦、一罐以外，同款有提供真济的精品，要让朋友做挑选。要五款的朋友，你当个经36保温杯一支，你要个经白沙湾鸡搁一条，经彭王彭者半担。金无换气，会洗头毛巾一罐，金清净海环保洗衫巾一包，拢会用尽。一头金一行为原则，0800-0500-0500吼，这支是咱中国免付费的教会专线电话吼。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谢雷救国英雄》。
笑容，一冬水后来雨，行入梦中，你一来又远，是一杯月亮。台湾南区落播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0800-0500-668，电话会在是八点到下午的七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来，感谢，继续，咱个等来到咱节目现场，继续来甲看新闻。来，最近这几天吼，咱有看到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吼，安尼对美国来到新加坡，来到越南要做访问。啊，这个听你讲，昨昏伫新加坡伫咧访问的过程当中吼，贺锦丽安尼弹炮开落吼，对中国的家吼射落。啊，破一破就对了吼。啊，这含咱以前所想的有淡薄无同。以前咱拢认为贺锦丽有可能亲中，亲中加听中讲吼。啊，唔过你看佫无呢，啊是咧表演好，某咪人看，所以咱也唔知这政治咱唔捌算过，唔知吼。对对对。这篇咱来甲听看伊安那写。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啦，一路迢迢来到新加坡吼，啊做这个拜访，已经进入第三天啊。24日呢，伫一场即个外交的政策的演说当中呢，批评中国伫南海威胁、恐吓，啊，而且迫害国际秩序，威胁着其他的国家的主权。美国答应要来捍卫吼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自由开放。当然，美国原来未强迫着这附近的国家，讲你得爱吼宣读来对啦。你要对上，要对上去领导的代志。美国无叫恁讲，你都爱支持美国啦吼。啊，这个分析当中指出呢，这是贺锦丽上任了后，伫中国议题顶面上界强硬的发言。贺锦丽伫新加坡的滨海湾花园来做一场公开演讲当中，来指控中国政府啦，一直继续威胁恐吓南海各国。对广大的南海提出了吼主权的声色，但是荷兰的海牙国际法庭早在2016年就已经吼判决中国主张非法，啊，中国这方面的行为已经损害吼到这个国际规矩甲秩序啊，并且吼威胁了相关的国家的主权，美国的支持者的邻邦甲朋友。贺锦丽伊咧讲，讲美国希望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但是美国伫东南亚啊，甲着亚太、印太的行动，
不是在对抗任何一个国家，当然也不叫任何一个国家说什么人你一定要听美国，不听美英语，美国不会这样做。好像你强调呢，印太地区对美国的安全是非常的重要，尤其当南亚是美国第四大出口的市场啊，美国政府嘛已经和家己推荐家己要来主办2023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啦吼的会议，针对着阿富汗吼铁军的乱将呢，贺锦丽议员也有来讲啦。伊安尼咧讲咧，讲美国吼伫撤离啊，公民啊，甲国际伙伴，甲吼曾经合作过美国的阿富汗的人质啊，阿富汗人的时阵就对啦，也会持续伫其他的地区来推进着美国的利益。强调两件代志同款重要，啊，借遮来稳定联邦，贺锦丽。等刚夜晚7:30吼，就坐着飞机飞向越南。原本啊定的时间就对了啦，比原本定的时间晚3点钟，但是发言人并无来做说明，这3点钟人走伫对倒去。干那吼讲副总统的身体状况正好安尼尔。嗯，好是你。在迄阵啊，咧看川普拜登咧甲川普选的时阵，这贺锦丽伫咱台湾的名嘴甲专家的眼中，这个是算危险的人物，这个算作潜在。拜登头壳个怪怪吼，对，拖后一讲。啊，迄阵咧讲讲拜登万不利啦，是无多通出来处理工作的时阵，起来就是贺锦丽吼。啊，贺锦丽曾经一挂言辞，那捌起来，我提起来甲看过，所以这两爱个观察。嗯。啊，不利个政治的是安尼啦，今仔日讲安那，明仔载就会变安那，还有变来。变去的你咧吼，啊是咱这一般的民众拢咧记迄个较早的代志呢，哦，所以咱这无咱唔免家记较早，这个好整理安尼好啦吼，你若要联合到这个，就做越南啦、新加坡，是讲要空中去找新加坡，我实在是想咧做好笑你晓得吼，新加坡这个根本就是这个中国的奴才国啊，这样子，是啊，刚刚一起的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去找新加坡，新加坡是加纳呢吼，不如好整理，其实不如越南，你敢知？嗯。越南访问完了后，无人机飞了就对台湾来，安尼联络较对。好、哦，来台湾行行安尼嘛。台湾就不讲安尼。来台湾从尾啊，就又搁要起笑啦，搁要空空搁起空啊，就可能在搁要搁两三回啊，有无哟？尤其是迄个很多环球时报迄个啦，唔知要搁出来两三回啊哈。即马重要就是伫个世界吼，出现真侪国家困扰。嗯。伊也无固定我的时阵，两个国国嘛。伊感受你听，嗯，我被南海啦，三种种我被讲起啊，买了了吼，无了无倒一公袂怨叹的啦，嗯，你讲我最怕人家抱怨啦，买了买了安尼，唔敢讲你啊，啊是无要采取行动啊，美国就用这么这个机会，嗯，啊就转几啊国安尼做，嗯。对不对？嗯，是要吸收啦，对啊，哦，安尼就对，找朋友啦，找朋友啊，好对不对？啊，叫我你做这个工作啊，对不对？做这个工作人，我是甘露不甘言，是，行啊，哎，做这是甘露不甘言，对啦，敢讲到，但美国就出来啊，我拢和你去，来了，我过来我这边啊，嗯，对不对？哦，哎，老大啊。世界警察啦、啊，对不对？这个啊，我阿爸要甲恁，有可能一定会玩下去哦。嗯，所以我就话，停过我这边，停过我这边。嗯，美国这么在做这呀、啊？啊，就这么名嘴的改嘴啊！这么一寡这专家名嘴，较早咧讲这个，就做出带了拜登去也安怎，都安怎，这么改嘴啊？对。这么改讲拜登，这么是在打群架，哦，咧招咧闹人。啊，这他就我讲啊，那个。对，我就是在发病啦。啊，中国你讲嘛，恁在大陆危险无？因为一个危险无，那么呀，哦，啊，都台湾海峡嘛，都做这都危险嘛，日本嘛危险嘛。对不对？台湾人叫退，日本嘛危险嘛。所以，倒一个国家未感受到中国威胁的。对啊。台湾敢我不敢言呀？你啊。所以咱咧，咱咧看电视吼，甲咧看迄个了，做所谓迄个国际新闻吼，真正要看出来就好啊，免小用心啦。啊，那无啦，照较早讲话咧，为拜登去台湾就死定咧啊，对不对？哎呀，佮看起来佮袂咧吼。嗯。好啦，这拢参考就好吼，国际形势咧变化，甲咱政府咧执政同款。有足侪物件是咱唔知影的啦，哈，咱拢无需要加讲啥话吼。啊，好，今日你要尽量去访问，啊，访问完了，应该咱要去开一个什么会馆呢？
我要开一个什么会吼，啊，迄个搭配个阮，哎，得一个什么鸡啊？嗯啦，卖记一个什么鸡的就对啦，啊什么鸡，哎呀，啊要开啊，结果讲习近平讲唔敢去啊。什么鸡？鸡嘿，卖鸡话侪，就鸡什么话国会啊？呢啊，习近平讲唔敢参加。国会啦，哎，什么国会啊？这个国会对，哎，啊，习近平讲唔敢参加啦，讲惊起迄个人，大家较威傲了对啦，啊，所以讲不用视讯啊，那个来参加就对啦，好来来来。这国际情势听听得吼，啊好，像你即卖咧访问吼，啊按照着这个分析，讲这个是拜登咧找盟友吼，准备咧继续对抗中国安尼，这好消息，是好消息。当然，美国如果动啊，如果伊昨天未使去世界，未使去中国吞你啊，嗯，当然，美国会动啊，这是北霸权啊，继续可以。嗯，那第二个世界警察咧，就是咧，如果活动啊，啊如果活动，我就更看阿强安咧，伊是甲平阿强甲你造成的呢。嗯，哦，你一个除了伊一个好的朋友啦，你像俄罗斯啦、巴韩啦，哎哇，对金对一个国家无啥强的，是敢无不敢面，唔敢讲的啊。但是我伊也爱去啊，黄山伊前前三点钟爱去啊，差点爱去啊，但是伊把全体心肝来啊，对不对？我你有这个亲戚危险的呢，唔知对一个对一个我一个去，你村里嘛不一定啊，对不对？吼，啊，一日要一日阿爸起来安尼。但是甘冒不甘言的，美国好，美国就好滴啊！伊刚直接抢个中啊，挺过来，这边叫我一口，啊，过去偷鸡一只嘞，对不对？吼，所以现在这定期的新闻不能就是安尼啊，叫我上阿爸，上阿爸对，上阿爸世界上过恶极的，人人甘冒不甘言，惊呀，我多啊。啊，有人一经济还可以啊，我无你中国袂开啊，对不对？伊涨点啊，啊，其实伊袂错哦，对不对？所以经济靠中国最大的歹处就是什么，伢佬拢唔敢讲啊，讲就讲就住啦，好好来感谢哈，0800-0500-6688，生产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啊，真正有影啦，你若咱莫讲对电视去找 ，YouTube 去找啦，你伫电脑顶面来去找较早迄个。拜登甲这个川普咧选举的时阵哦，看下个较早讲唔对个。诶，咱咧对因这组拜登这组的看法，甲迄个讲法如何？哦，你怎么看那个是足好笑哩咧？哈，啊，讲拜登的是哦，美国列条的，因后生子啊。对，啊，对啊，不过这种熟悉发生的代志嘛，但是看起来到这样时为止，台湾是还佫阿袂叫出袂去啊咧。好，好啦，咱就继续观察。落去哈，来，咱来进广告，两年再个做上来，来感谢啊！来讲到这拜登后生到底摕偌济钱啊？你有说什么中啊？啊，知啊，后生啊，唔知中啥，拢不了了之啊！哈，好，进广告。后来时间的关呢，咱准备要连播个电台做工商插。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一切真自在，关心土地咱的爱。这是一个上界自由的所在，快乐爱台湾，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林嫂你好，头家娘，我要买一斤的卵。好，这阵子啊，林太太的后事辛苦你了哎。没啦，马上是功德圆满啊。我记得林太太是保国宝哦。哎呀，那你可以去劳保局申请丧葬给付及遗属年金给付，多少可以减轻你的负担哦。那我哦，到劳保局了解一下。未满65岁的国民年金被保险人，不幸于家保期间死亡，支出殡葬费用者，可请领丧葬给付，符合请领条件的当序遗属可以请领遗属年金给付，提供遗属遭逢变故时经济安全和基本生计。若在领取身心障碍年金或老年年金给付期间死亡，或年满65岁未及请领老年年金给付前死亡者，符合请领条件的当序遗属仍可申请遗属年金给付。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终于可以下班了，好晚了，今天搭计程车回家吧。那当然要叫优喜咯，和泰集团优喜乘车派遣服务到高雄了。
下载优戏 APP， 注册会员并输入高雄优戏，就抽送千元搭车金。优戏 Your Taxi。哦，热天人叫你翕，下身有气味，又搁袂打伤，袂安怎？用小石盆私密沐浴露，加强洗净就会改善。不管是男女，也是夫妻，拢通用。保留子袜迄条的问题，下身、头前、后边的卫生，拢总交予草本的小石盆私密沐浴露，一个就体会。空白空空，白九三，白九三。空吧空空，八九三，八九三。屏东县政府财税局9月1号到11月30号在总局及三分局同步举办平税同乐税闯关向前冲，总共有14个关卡，只要闯过10个关卡，含5个必闯关卡，就有机会获得商品卡2张或金牛招牌小王马等其他宣导品1份，每人限换1次，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洽财税局官网。准备好了吗 ？Ready Go！ 以上是屏东县政府财税局广告。这是一个上该快乐的所在，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现在时间9点整。感谢在咱宁波各电台刚相差播了，咱个转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民会的叫会转线0800-0500-668，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送个服务，产品甲上产品直接甲咱送到咱的手内，这拢无甲咱加收任何的费用。咱生产公司呢，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听众朋友啊，这电话只能由咱公司这边再来做负责哈，那免客气，电话甲沟通，推荐介绍咱所有优良的产品，咱拢欢迎搭配做购买。啊，这个整产品的部分呢，啊，公司甲咱准备真侪种吼，互咱来做询问、做挑选，咱选一项为原则。0800-0500-668。这部有点谢帝亚星谢帝亚人谢帝邱平君在咱山上来跟咱做先困的服务介绍哈，来咱来听歌，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随后来进行咱第二阶段的节目。来来邀请听众朋友走来欣赏这首的歌曲，高雄市李先生来点播邱平君演唱的歌曲《深夜盼孤灯》，来大家共同欣赏。快点快点快点
是半孤单，只为着心内的故事，为家人家心内不再生。虽然是空空单海，虽然是空空单海，到今无看伊转来，我最好不叹痛，定情才应该。推动人民林木基副理事长，今仔要甲大家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我对台湾人文发展状况的了解。首先，我出一个题目给大家有，大家敢知影，咱台湾用上侪物件用来发展是啥物物件吗？我大家做几个提示，给大家听看卖。第一个是煤炭。第二是垃圾，第三是水，第四是再生能源，第五是核电。哦，这个题目十三年前的民意的调查，咱台湾八成的人唔知影，咱发电上侪用来发电的是煤炭甲垃圾。哦，伊叫是核电，其实唔是，核电甲占咱发电的1/10。
几年拢是超十分之一左右尔吼、哦。所以我是咧讲诶，其实包括我家己本身，也毋是我即几年有较侪时间去做研究，我对台湾能源也是发展的状况，其实毋是爱遐了解，毋是遐了解吼。哦好，啊，我第二个比较高的影响是核联够完全，核联够完全。其实台湾的人民，足侪的人民甲立法委员，拢认为台湾无适合去发展核联，所以咱2025年，咱的核电厂会全部退休，核四厂的燃料嘛一定拢运去国外，所以伊足侪。物件拢无效啊，拢失效，吼、哦！所以其实大家真正爱认清这个事实。第三是核电的成本，其实是足贵的。你卖看台湾的电费，不管是工业用的、工厂用的，还是咱民生的用的，吼、哦，咱的电费超拢是全世界排前十名上的。不过大家刚好注意到。前一阵啊，日本的新闻，日本在台因核电厂的废水排到海里底，排到海里底，吼、哦，所以日本家己嘛知影，核电的废弃物的清除也是处理是真正足贵的，啊，咱台湾的电钱，吼、哦，嘛无大家废弃物处理的钱算下来，对，所以大家真正爱三思，咱台湾敢真正没有继续。发展核电，也是大家要来发展对环境、对社会较好的再生能源咯。今仔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先分享到这。我是台湾再生推动联盟，甲大家听众朋友，后会有期，再见。好嘞，感谢哈兰哥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机会转线，0800-0500-668哈，电话一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哈兰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这个节目中呢，就陆续乱甲咱报上一挂这个了做啥呢？这个算作要应付着国民党啊，伫咧这个年底吼，十二月。有一个公道啦吼，啊这个公道，我知阿特别就是针对这个重启核四这个吼，这个未使可以通过吼，这个叫通过了到底作废气的吼，作麻烦的。啊，这个国民党时搞，迄、那个核四未用，只等下即马家家讲要起，要搁再起一座呢个老师啊吼。啊，所以这个。我这个大咧讲吼，到底讲你是跟人全部都要取消？对啦。你讲你过几年啊？你搞完嘞？你一年啊，过四年啊？对，过四年。啊，你这就是了，过中开了，对啦，你都休息，你都没想想过没度假了。对啦。咱即马台湾整个用电用来甲讲的话，核电就对较占一个10%尔。对啊，啊这个10%会当用再生能源来甲代替过吼，就免阁再去冒迄个核能的危险。对啊，你即马这个核废料啥种种，你根本都无得当去扛嘛，拢扛伫个核电厂内底吼。啊，搁南苏遐嘛，拢也袂共处理的吼，这拢无法度处理的物件，这大家拢知影啦。啊，国民党都硬要遐火啊乱啊，就真正有影都作恶的你咧吼，参赛。门去做疫苗，8月23号去做讲安尼有代志啦。讲你823，你叫你讲唔对，啊无当就讲多一讲喺莫名其妙。是只有讲话咧，真好咧。人家听到就是爱笑啦。啊，咱为着要抗议着这个高端的，讲啊，佮他妈啉苦瓜水啊！我真正支撑袂条。你就等着这条，看你讲拢加讲的，加了时间的啦。好啦，来，咱继续来个进，我看新闻，我讲到真正，国民党们讲个亚蛋，你听好，真正皮了的。来，亚蛋。来，那个看这篇吼，这是一篇这个迪哥吼，苏景文吼，这个记者写的吼。你总之一个啊？不是啦，阿没有关系，对来讲已经未记一个代志。大家拢在生气的。咱知影最近这个国民党咧选党主席，啊选得归选吼，
照你讲，应该爱转动和变成力量来搞这个东主席的选举插好热起来。啊，偏偏说有人在这个时阵又搁在吼，另外吼开一个路子。路走就对了，伫遐咧兴火，伫遐咧兴兴个强强棍吼，讲合作，讲要组一组剑道呐，来表交通组的啊。来，啊，这片咱来个看，这个组长记者伊安怎讲？非常好啊。嗯。啊，就我讲迄、那个伊诶，这个啥，山东主席的这个啥物，迄个焦点拢啊分散去嘛吼。你讲国民党最近有人咧合招剑道呐，啊，这个剑道呐。这三个名听起来雄雄，予人感觉讲哦，哇！这十种呢，剑道呢，但是目睭一个个踢开，心就看讲，哎呦，哎，啊，这个吼、哦、出来吼、哦，只有剑道哪？这个人讲今年71岁啊，嗯，不是77岁呢，是71岁啊呢。啊，那讲到17岁，这予人会去想到国民党的新主牌啊之一的这个黄花岗72烈士啦。啊，那按照英国民党咧编写的历史是讲1911年的中国之处的起义失败啦，死亡的人当中上届少年的拄啊好17岁，平均的年岁嘛拢伫29岁。一旦看到迄当时的国民党的前辈啦、东明会的人是安怎样，我徛伫这个时代甲思想的头前呢，这样我都能鼓舞着少年家囡仔热血。来参加这场革命活动啊，成就了后来的辛亥革命，嘛建立了所谓的中华民国。也唔过2021年的今仔日代志过了110天啊，中国国民党啊，伫台湾呢，突然间刷单想着讲要组一团啊，剑道哪样啦？啊，这吼话咧到底，互人安尼议论纷纷啊！听你讲讲是70岁吼啊，诶，一名这个啊人来结合着吼，这个北北桃吼，就是新北、台北、桃园，包括高雄的议员所来组成的。啊，这其中原来有一名70岁国民党立委出面来证实讲吼，已经招着27名的新员来加入这个剑道哪啦？啊，虽然就对啊啦，一件啦，就对啊啦，无摆出台面上，互人甲看一下呢，无呢，一个阿未，但是咱甲咱看到，讲这两位所来组成的就对啊啦吼，这个所谓的剑道哪，到底是坐老牛拖牛车，还是啊要创什么？另外要创什么？迄个弯哥人啊，无知影啦。这两个一个71岁，一个70岁。啊，70岁种是内面一个迄个什么国民党的立委，阿咪上咱唔知啦。啊，71岁就是赵少康嘛。哦，我跟您讲哦，70几岁的国民党内底算少年。算少年的啦，吼，少年辈啦。你讲70几岁国民党人伫咧做剑道哪？至少乎我界带来的就是安那。两个疑问啊，啊，首先的疑问就是对着讲正咧竞选吼，咧竞选的国民党党主席参选人朱立伦，甲江启臣来讲呢，其实是一个对照中南亚的这个对照性的话题啦。两个一个60岁，一个无到50岁，明明伫咧选主席，安尼结交吼当认真的时阵，奈忽然间跳一个70岁、71岁的人，讲跳出来伫电话大声喊话，讲要组建党啊！基础的是国民党内底17岁的人伫对打，29岁人又搁伫对打。如果一个以剑道为标榜的政治行动中，失去了少年家囡仔的族群，的积极的参与甲主要的个性，安尼伊要安怎样？我听听国民党未来的进步性呢？而且唔是日落西山的这个辉光欢笑吗？那来讲起的71岁这名先生啦，今年啊，今年初呢，迄当时都打吼蹦出来的时阵啦，哦，为个见见景呢，讲什么要参选国民党的党主席啦吼，啊，抢尽一头，抢尽吼一切的这个镜头就对啊啦，后来突然间做团讲唔算啦。啊！大家普遍认为吼，这里面有可能什么原因，咱嘛唔知影。那亲像有一个原因，互伊起了作用。啊，比较较趣味的就是讲，如今虽然无党籍之名，但是煞用到伊是媒体的经营者啦，包括伊是电视的主持人，相当的身份呢。公然安尼
啊，你做这个洞内面吼，诶，这个啊，权力指数就对啦。这中间诶，这个趣味的代志伫啥物所在？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必须要吼来接受着公众的公平。啊，这古早吼孔子讲过一句话就对啦。伊咧讲就对啦吼，讲积其诺也，黑其既衰啦，盖之在敌啦。意思讲年岁有啊吼，气血比较较衰弱啊啦，唔通阁想要吼争迄滴迄啊讨迄个物件啦吼。啊，那他要打两啊，相卡要打相准就对啊啦吼。虾米货，大行拢想要消贪的话就对啊啦。那是这个剑道拿吼，那要气毁这个社会电视的初心，那咧国民党这条老命恐惊吼，啊差不多吼尽啦啦。你讲到做汤啦。对啊对啊，你讲赵少康咧做一个正道拿了对吼，啊顶阵啊有那个娶袂少人讲做伙去食牛肉面啊咧。伊是国民党处理行动吼、哦，对不对？行动充足嘛。对，无唔对。后了他要去当国民党，因为伊要做中常委啊。嗯。你了无？结果袂当做啊。嗯。好不？对、啊。哦，咁是安尼哦，迄、那个过程。本来是要当去山东主席。对啊。啊，结果当国民党名都无啊。对啊对啊对啊。啊，无将个名去山东主席。对啊。伊是袂当选，唔是无要选。对啊。爱讲个好。嗯伊是未当选，唔是无要选，我咧查足侪哦。嗯，好好好。好啦，马进啦，啊，即、這个国民党内底要做啥物团体，尽量去做啦，做好一片的混乱啦，啊，做甲混得去。较早赵少康咧做迄个啥物咧，迄个行动的时阵，国民党算大动嘛。对啊。啊，所以虽然迄个行动对国民党来讲算混乱，但是混乱袂惊吼。但即马马进，即马国民党咧剩唔只党啊，吼，剩啊剩几只狗啊伫内底尔。伊若要搁再去做啥，落班基层啊，上好是会当搁再甲迄个行动的迄个历史有无吼？嗯。要重演一遍安尼就对啊，国民党安尼差不多垮去啊吼。好啦，尽量去做啦。赵少康即个人。咱讲真诶啦，香港媒体伊足够创造话题，这是事实。哦，伊真正真够创造话题吼。啊，话题啦出来了，媒体就报你，啊，媒体报伊就听说咱两句啊，讲两句啊呢，大家就搁讨论啊对面去。啊，我咧甲看吼，伊若只要敢甲中国呛声就对。安尼你来讲，你叫做正道拿，安尼我来甲你拍破啊。唔敢甲中国呛声，较讲得干啦，遐看民进党比较咧对呛尔，啊，即落咧看人正道哪，要正道对到去啊，对不对啊？你应该你爱第一目标，民进党需要你监督无唔对，但是你要照起工去监督，结果监督未行。啊，共产党对台湾拗还，啊，规工站伫迄个所在咧出卡手咧变台湾的有诶无？啊，毋捌听过因甲中国共产党大声讲。毋捌讲过。啊，你甲人正道哪？正道可摇头啊啦，正道哪？吼、哦，对不对？好啦，啊，一片简单听听就好哈。现在真正是正道哪吼？第一敌人什么人？嗯，共产党。对啊，应该是安尼无？正道哪啊？对啊，你应该是国民党嘛？你国民党诶正道部队哩？对啊。应该你上届。痛恨的香港爱骂，爱去反对啊，爱去甲吵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嘛，对不对？今仔一块遐大土地啊，你无法度当妈生存，都爱走路走去台湾遮，说爱怪啥物人啊？怪共产党啊！啊，你要正道哪？你都要嫌共产党去输赢，唔才对哦。所以这根本就是笑话一场啦。是讲国民党变无脸啦，变无脸对。我感觉讲尾也是变无脸啦。有，但是国民党的代志拢是当。当作看戏看了，就安尼就对了哈。赵三康这种型也是，伫大陆被国民党就别做了。嗯，是讲是讲话讲转来吼，坦白讲，因为他真正算保养了袂歹，哇，有七十几岁，七十一岁啊，你哈，安尼算保养袂歹啦。七十一岁，安尼够还好，袂歹嘞。你无看中岛哥？我知啦，啊，等我多后壁要搁讲尔，但是甲咱中岛哥比起来就差足济。我唔看啦，我只讲笑，后壁都在讲这句尔。但是七十几岁，像迄个阿个啥物所在装袂使了了吼。一个点啊后悔咧，对不对？一个点啊变啊总统就会哦。嗯。好啦，这回是正道。啊，变啊总统今仔袂像袂老咧，有看伊即马，有感觉伊老咧，身体感觉一日好起来，看你袂老咧。伊阿个差变差足济咧哦。啊，本来就是爱两个人，就是迄个时阵国民党因那个叫，赵少康叫做什么？叫做政治金童嘛，有啊，你会记啊？吼，啊，迄个时阵伊嫁迄个后来因为迄个，迄阵赵少康啊，佮另外一个李庆安那款。
你今晚嘿？哦，刚刚一个金童啊，一个叫做玉女啊，那个叫阿诺维啊，这拜托的真是，想得到地方。这当然变讲你是第一。对，你是那阵叫三个人嘛，吴大洲啦，啊赵少康啊，刚刚那变啊，选那个台北市市长了。是啊。啊，这赵少康迄个时阵在底下咧起笑啊，在底下讲啊，阿变啊选到台北市市长，因会向赶落海啊。这个不但无赶落海，佫兼趁一面机会。中国拢赢，所以哦，咱们即下在听这政治人咧讲话，实在是听听得好啦，吼、哦，好，好，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哈、哦，来，要拿过来，来，另外吼，咱将来个报一篇这个社会新闻吼，即讲伫新竹吼，发生伫2001年，有一名姓郭的妇人啊。那当时应该是还很年轻，他还不是几岁、啊、生一个孩子、啊、但是那当时算说、哦、不是和人分生、嗯、算说在没结婚的情形之下去交男朋友、啊、去生就是一个查甫孩子、啊、这个查甫孩子生出来后的时候呢去交就是一个性感的查甫的啦，啊，这个世间的查甫是讲，啊，这囡仔不是我下啊，我嘛不输我给你饲呢。佮另外交的就对啦，佮另外交。啊，这个囡仔伫无法度经营之下，当然吼，对老母生，生过。哦。这个囡仔2001年10月出世啦，2001年12月就死啊，安那死的呢？当然，迄是事后去互挖出着一具尸体了后的时阵，害死因两个人的妻。还是这个囡仔的两个人的亲生老母，甲另外迄个姓陈的男朋友，伊老母男朋友，家己讲出来，啊，这已经死无对证了嘛，我唔知影吼。咱来讲2001年10月，生下这个囡仔了后，无爸爸，爸爸不详，父不详，寡对老母生。过两个月了后的时阵啊，讲有一天啊，因这个亲生老母生过，诶，这个女子吼。诶，身高低的男朋友性感，从这个囡仔甲载去吼，伊咧食头路的所在啊。嗯，啊，囡仔两个月，囡仔两个月，你较有可能甲病，伊都听不懂啦吼。嗯，讲死无对症就是安尼啦吼。甲病伫车内啦，嗯，人讲我做去做工课啦。嗯，啊，讲嘛经过几点钟了后出来，所以已经死伫车内啊啦。我唔就去翕视啊，对啦。我翕视12月啊，我翕视咪我嘛唔知影啦。有当时咱台湾的天12月时啊，佫真落稳定啦。啊，但是有当时嘛12月嘛已经真凉冷啦。啊，伊就是安尼，经过20栋楼，咁安尼死的。嗯。结果这个囡仔是唔是经过20栋楼爱做兵啊？嗯，对。爱做兵，国家爱找这个人出来做兵啊。嗯。结果找无这个人。嗯。去找到因老母讲，啊，恁一个后生，今年满二十岁啊咧，啊，爱做兵咧，其实吼满7岁就爱找伊去吼读册。对啊，应该是安尼对啊。一般咧，对岸也是拢安尼啦。好，结果20栋楼，这个囡仔死啊，嗯，啊，人找来到因兜啊，做妈妈人生做啊，唔是我猜啊，免啦。啊，等于这个囡仔迄阵去死伫车内，是拢无人知影咧，拢无人知，拢无人知影咧。啊，你查这个囡仔算有报户口啦。嗯。哦，这是两个月啊，对啊，两个月啊，你也不好考啊，那个就记录啊啦。那当时你就当前，那当时咱的这个户口已经是拢做啊足健全，对啊，无可能我你囡仔生两个月啊，佫无大无事，佫无人知啊。等于讲你第三年到到底家己嘛有囡仔家己生啦。结果了后的时阵，这个消息安未过啊，安未过，无法度因老母就来讲出着你就当前。这件代志啊，讲阿囡仔都唔是吼，这个姓陈的系啊，啊，所以伊当时开始骗的时阵，讲拄当出事了后，孙囡仔就叫亲生阿伯抓伊啊，啊，抓起了后的时阵，当然警察唔相信啦，警察就开始吼，甲调这个啥，调迄个健保卡，迄个调这个囡仔的这个资料就对了，讲后这20栋拢无去看到病，心寒啊吧，大阿警察就讲好，偷偷来甲对，嗯。结果偷偷去甲对的时候，去对着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含这个亲生老母，嗯，两个人伫7月15日的进京港啊，嗯，去买香啊，嗯，去买银纸，
行去到新德关某一个时温啊，嗯，是伫啊，去啊吼点香，去啊咧烧银纸啦。那边哪里啊？警方已经甲头队做久啊，嗯，要甲头队看讲这个囡仔伫对人嘛。结果警方咧头队过程当中看到这对人入了对啊，嗯，做这个举动足奇怪啊。对对对，你无来无去，我甲你问问的，你下回时阵你带恁男朋友。啊，做位去买银纸，嗯，啊，做位去吼买香，啊，伫7月15进前，嗯，来到一个鱼池仔的头前，伫遐咧点，伫遐咧烧金，嗯，警察就包我过啊，哦，甲你压起来，讲恁即摆安尼是什么意思？嗯，惊一个，嗯，唔只我将这件代志讲出来，啊，就讲20年前这个囡仔吼，细汉就甲再去食头路啦，嗯，啊，伊人入去食头路啦，去上班啦，啊，囡仔甲拼伫迄个啥车内面啦，嗯。啊，就过不几点钟去看，从囡仔迎接死伫车内啊。大汉这个男朋友就是囡仔亲生妈妈吼，大去找一卡迄个饲料袋啊，大汉包包的，佮牵住温下落去，佮白绳仔头牵落去哦，那是佮带下哦。无，包包的啊，佮白绳仔头啊，牵住这个气温下落去。这个警方在调查的时候，因伫遐点香啦、烧金，迄个气温啊，唔是吼。迄、那个囡仔死去的所在，唔是甲伊甲埋死、甲废死的所在、弃死的所在，唔是，是搁伫别位一卡温呐。啊，所以警方伊咧检判了对啦，有可能吼，这两个查，这两个这个男女朋友了对，亲生妈妈甲男朋友了对啦，有可能唔敢去到现场拜拜，惊，也是囡仔灵魂咧吹。所以我现在找一个温呐，去甲迄个啥，去甲拜拜，去甲祭拜。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警察有咧讲就对啦，有可能久啊，20年啊，应该是记唔得。对，一卡温啊，伊嘛袂记住啦。哦，结果破案啦。啊，但是即马讲的话，警察要相信无，唔知影。对，啊，这超过20年啊呢，哪一根无对数据，还袂超过，还袂过，还袂过。好，来，不能写啊，来，0800-0500-6688哈。佮照你讲，七点就爱通知啊，就咧找人啊。照你讲是啊，系啊，读册时间到就爱找人啊，吼。我来，咱来进广告来。啊，非常感谢咱敬爱乡亲，是来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直播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要来介绍咱信诚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山这产品就对吼。欢喜为多少多山顶的山，许多山这边好像是20几栋啦哦。用心许多，好来个注意一下，真正好的产品，20多栋也搁咧奉行。经过30栋嘛是也搁咧奉行，因为咱人的人体就对啦，暴躁就对，白天一直拢差不多伫遐咧。所以用心多，什么人较好？十栋后嘛是同款叫号，所以许多山是非常值得咱用许多好来个处理的这个物件了掉。因为咱人的身体哦，食过这个物件是不得掉了哈，拢唔知是好阿歹，唔是有杂质无，拢唔知。所以接落去了，当咱讲报纸那报，哦，夭寿啊，什么人去做这个夭寿药咧？红姐啊，定心呐，哦，对不对？啊，农药是不，这些农药。这些不应该吃到肚子来的毒素，我们都不知道吃到肚子来，所以说最近经济啊，你敢不敢不注意吗？身体不调理吗？所以有的人哦，感觉说我就40-50岁而已，我是怎么治疗高血压，是怎么治疗糖尿病，是怎么机能某种流很多问题都产生，甚至心也不好，胸肌大，这都是体质老化，是怎么体质老化，就是你本身生活过程中间接触的垃圾特别太侪了。这样哦，这真正哦，体质老化有影了吼，安尼吼。所以有时话，经常听种朋友，人对啦吼，这保养对这身体最重要的是啥？心那些爱顺数。你开始机能在出问题，中间到底心灵那些不顺啊，过乱呢，乱呢就对，机能会乱。啊，乱了了，伊慢慢，一项注意，注意，机能，伊开始就退化。啊，退化了后就，咱人辛苦白听，你就代表了呀。所以变啊，好，咱这人的身体、心灵代谢会迅速，会细胞的活性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对。咱现在工序许多山一旦做高价，咱路线比武，大概拍电话入来。
上辈拢有甲咱讲啊，那你敢知？讲，哦，我怎么食着七多山食一段时间了后，对啦，迄皮肤继续水，体力继续有，精神继续好。从上次话，迄、那个蜻蜓代谢的顺序，皮肤那开水啊，那没顺序，皮肤不可能水。咱讲熟悉了，是安尼。好多人人看这个病呢，病也是有更强，我、哦、这人身体就有。面也是暗淡，面色不好，这人心理上都有出问题了，对。真清楚就是安尼了，对。虽然境外用去大，咱石头山，好好那个利用，最早的目的就是去收财了，对哈。所以以石头山这三边为主了，对。我的抵抗力一强，体力也好，哦，而且慢慢啊，运作正常。你若已经乱的人哈。那吃一段时间过了，慢慢慢慢，伊调整得当啊，对，调整得当啊，吼，以许多山这个为主哈，有那个手骨头，因为骨头咱就知影吼，来训练啦，这是顶骨骨啦，肋骨皮骨用那不一样，骨头吼，那叫骨质叫流失去了，对啦，骨头是会怕的呢，你走路会疼呢，足侪人走路会疼呢，别堪要行呢，别堪要徛呢，别堪要拗呢，安尼哈。啊，老大人啊，吼，那骨头啊，怕去了啊，就容易破，容易坏掉，坏掉的中间易破的掉，所以这真重要。能够说做保养哈，和你介绍，能够说合理的掉。这金明的第二代，金明的第二代是你话这有一段哈，重新研发的掉。哎，经过啥？经过这个无温度，这零下的气温以下落去做。伊升温太悬，所以佫无这种热工灯啊，热工的灯光啊，你做过程中间哦，升温也降低，所以你要克服这个热工灯，包括着温度零下以下，去完成这个物件中间就对。以及叶黄素、叶黄素这种物件，伊升温会保持较悬，所以这第二代最重要的是这两点就对。无咱第一代咧做得好好，第二代升温较悬，咱当然爱第二代互咱吃，对不对？这是米吧，只有一团，诶，团队去研发出来了，对。所以别咧吃，咱来吃升温较好的、较悬的金立平的第二代，好、哦、感谢哈。稀、哦、土通过长啊，长啊，绝对要过好用，未使有先死咯，免咱未使有先死咯。稀土通挂长要做好用，就无唔对了哈。我报稀土清会议。这个血液按摩木，我常常在这里讲，大家跟各位讲的对了。血液在咱的血经的流通，包括从人工的血经，到底有流通无流通，我嘛唔知啊。但是我特工我就在吃，哎呀，你一两粒嘛，啊，暗时两粒，啊，那上计是去中途去吃两粒安尼，足简单的就是安尼了对了。啊，让你保持这个血液的流通，会顺舒，未叫流口，较未塞的，塞的心中无好，塞就吃力，啊，塞的脑也吃力，安尼对了。所以循环会顺舒，这把真重要吼。稀土清，我补稀土清，补顺结，含属朋友一项尔。要补算，要算，家己咧帮助家己知影，拍电话过来，咱叫补顺结这个用吼，血红素。血红素就是咧贫血的人需要吃的物件。从稀土见才两朋友，目睭会涩，头壳会咱晕。规工感觉晕神，这个病的咯。除了你感冒啦，感冒那头壳会晕会晕啦，吼爱嗽啦，种种啦。啊，你若无嗽，也无流鼻水，可能不时的规工的，感觉头壳拢未爽快，未清彩，伊就行啊，那对。啊，无什么病哦，无感觉讲我倒无安那哦，可能这头壳未清彩，你俩有可能是回不到，欠不病的。所以，红细胞那是有这竞争的人，只要你贫血的人，你吃血红素就简单了，对。早暗两粒，上个下昼时啊，佮吃一两粒安尼尔。所以这是真简单，互咱会当血会当有补充起来，互你身体发挥机能的运作个正常的物件。血红素，感谢吼，有点无不了解，你做你拍电话跟做详细询问，0800-0500-66。
彩，叫中人去出彩排，你还不出来？甘地生苦味浓来，命运来安排，怎个叫我问在，无人会了解。好来，感谢啊！哈兰哥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7点，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哈。好来，感谢啊！后壁时间呢，咱有缘要来开放口音的电话，听众朋友任何意见要表达，也是有新闻技术要来甲咱做补充呢。啊，咱现场的电话这是2699456，2699456，台南的电话，话不台表哪要卡，那就麻烦个加一个06哈。好来，感谢，谢谢，你好。你好，大家好。我今日讲每一个国民的老人年金哦，领3000人哦，迄3000人是要创啥？即卖吼，爱开始，甲调到10000块吼。啊吼，因为老啊啦吼，啊袂妥产啦啦吼，啊咧鼻腔听个侪拢爱定咧看病爱开钱。啊，我另外讲吼，迄经费爱为倒来。是国民党迄号生哦，迄是甲乌白共你啊吼！啊，国民党即阵已经定咧聚会啦，改咧结家亲啦，啊咧许特权啦，吼、哦，收较侪啊啦，甲减一半落来，吼、哦，比如讲咧失效啦，甲讲咧差无人要差个，差个20年啊，就咧吼退伍啊，就领50000块，吼、哦，啊领甲死，应该用咧减差，才甲3万毛够，啊打和平啦吼，6-7万哦，3万5。啊，4万冇够！啊，咱为何台湾主人只领3万6，要笑死人？啊，有同工同酬呢，伊拢哦，这哦拢哦，无遐计法啦，国民党遐拢乌白碰啦吼、哦！啊，这个经费为倒来，为了各县市自自己爱搓啦吼、哦，咱袂那只国民党这边食算盘，咱来食家己的路。你国王在前，好，10万，好好好好好，善行善行，善行哈，大哥你好。我讲一个笑话哈，就我这年纪有去接触到，我甲嘿，我因为刚有听张老师在讲哦，我就是要了解讲，因这公共教较早咱读册的时阵，北京语未标准咧，也恁教国语啦。哦，刚好我从事就业的时候哈、我有从事那个。在医院工作跟医生同事过，英文不要下这一生啊！哦，英文不要下这一生。哎呀，阿伯呀，那助理呢？只要用英文啦，那边小毕哥讲酱油还是毕竟酱油要加英文嘛？哦，用等的对。只要用等于那一那的啊，吃叫叫多些酱米加。啊，食啥啊啊来吃安尼啦？啥物也无咧，咩都即食八肚咧，咩？这就是真食，迄真食我是受着啦。这是可能在国语也讲啦。应该遐所有的国语遐老医生应该拢无伫个。好啊，好，好，感谢医生，谢谢，谢谢。有啊，笑话对啊。好，感谢，感谢。过去不管国民党来台湾，安怎独领台湾人、我是感觉讲过去大家做一个经验，未来爱甲咱每一个要退休的人，无论你做什么行业，应该退休的念白地国家才会强。对啊，对啊。因为安怎了？你甲看中国也好，是安怎中国我都向阳强起来，中国、美国、德国也爱强起来，因为退休制度。拢讲，我讲，你今日你今日你扣二岁，甲你去做党主席诶，上街头去退休厂，甲你用个面子，因为你退休无你做，大家拢坐拢招工嘛。哦，啊，因国民党诶，当时为了选票，就是叫这个军公教嘛。
啊，你看赵少康迄个面都起了死哩，我感觉讲在台湾，我起死哩。你今仔日来台湾，伫今仔西装，伫中国红，穿甲光光光走来呢。啊，走来了来台湾，今仔台湾啥号你惹一个？你即摆就要说自我清楚。台湾今仔台湾啥要甲你阿婆在说？这世间讲有报应是台湾啊，从这都拿不出来。讲个爱情，我们人咧社会哦，咱来讲一个字啦。对啦，对啦。人就是有一个缺点，就真正是爱情，惊自己做官，家己才接悲哀啦，有一个意志啦。就宋美龄，你去美国的时阵，三十卡的插箱，迄内底拢中国姜完全拢金条呢，迄用拖，迄拖车无够下拖，拢用白锁安尼，用拖安尼，迄三十卡的呢？哦，啊嘛，无了了去美国遐创一个就宋美龄的迄基金会，中山国民党若无钱，就去啊，过去啊领就有啊，他也无。嗯。啊，咱台湾买，就像赵少康迄十几月迄搭敢有敢有偷转？阿格里特，阿格里特。但，迄个，哎，这比都偷人的偷嘞。嗯。咁个你嘛是讲阮，伊人咧叫皮皮，你讲法多伊。嗯。啊，佮咱所有迄咱咧农，咱咧款咧较早种种甘蔗，迄农场迄啊。嗯。啊，佮一挂咧这这藤枪啦，迄土地拢也国民党个呢。嗯。比较土定个。哦，系我唔知。藤枪系无啦，藤枪系政府嘅。应该是政府嘅啦。藤枪系用政府。但是迄啲钱咧，都拢要国民党嘅迄个阿名哈。无啦，无啦，藤枪系政府嘅。诶，政府嘅，无唔对。诶，藤嘅做藤嘅枪，啊，像迄度阮台南吼，哦，迄度全部藤枪唔做政府，比较死嘅啫。土地啦，唔是迄藤枪嘅名，你讲土地遐。土地较重要，藤枪诶，唔是国民党诶，咱那个咧计查计就用藤枪诶。是，阿来你哦。迄个中国个小林家，迄个阿星啊。讲遮话拢无路用啦。拜一夜晚三甲三十几岁一个少年家包3000块28亿飞出来啦吼。我比莫德纳 A D 的副作用更加厉害，几千块完全包60几万都袂少呢。啊，恁三个素人尊重，跟我做主持，大家都拢爬得起来，恁今日28亿呢？我讲袂到呀，根本。对，我阿你讲一个哈，你开玩笑，这个叫你阿大投资案有无？我甲钟大哥个幺零啊，拢有参与呢，那我拢有参与呢。我甲钟大哥掉200块呢，开玩笑呢。100，我拢有参与这个投资。我头一个投资完成啊，100得证啊。以后各分各袂歹嘞。系啊，各人全部放股个嘞，有人签30004000几块总变来讲全部放股啦，花外可能无。来你。分机起飞要啥？要阿你要啥物物件？要大家先先得，有含这主题有关系。跟这个主题有关系。跟这个主题啊。飞机起飞讲的主题有关系。飞机起飞哦。哎，对。哦，你开始有办法咧，感觉。你讲讲。对。飞机起飞就是闭幕链啦。闭幕链。哦。闭幕链，飞机起飞是咧来修起来嘛。哦。闭幕链，你不要有道理。第二点就是讲哦，杨大哥，迄台语咧形容一件代志吼，综合起来吼，十分的美好吼，就是一般咱台语爱讲一短一长，一短一长啦。啊，所以讲安尼讲的是较下，一短一长一长哦。一短一长都是真个正确台语啦。我另外我那白话讲，我就讲一短一长啊，唔是一短一长。一短一长。就是讲长的，气氛问题啊，第三分。
啊，咱讲也是爱讲一袋一重，就是讲八十三分咧，平来七分，加起来都十分，都十分的几号安尼啊？哦，是一袋一重形容词啊！你讲也是安尼是较下因啦。一袋一重啊，对啊。一管你长来就一袋一重，你长来就重啦。第三就是讲，那一般即卖讲在行的，就是讲。红叶啊，真对对啊，像嘛，佮恁讲红叶是较正确的音嘛，红叶无唔对嘿。你看丁亚哥古公所啊，弄是丁亚哥嘛，哎雄弄是丁亚哥，迄个重音嘛，所以啊双音。袂不同你哦，红叶。你讲是讲阿公跳舞了啦，来。哦，对啦，跳舞了啦。大哥，谢谢。啊，大哥，你做啥啊？我是高雄家啦。哦，高雄家哦，啊，赢阿姐啦，啊。好。好，谢谢，好，来，你好。中心就对啦，当初1949年支持中国吼，中华民国就正声音啦。好，感谢啊。啊，台湾做那个必须台湾人，时间到来，感谢啊，情况啊哈，好来，情况啊，好来。好，头拄仔听可以两通加心切的吼，一通讲了做无人机起飞啦，那个屁无咧，那个有咩啊哩？大只无人机啊起飞拢变无咧，啊细只有无？细只迄个民间的迄个细只无人机有无？起飞咧那阿个地下卡啦，但是完全少，真正是屁无咧。不跳车啦，不跳车，屁无咧，两样对啦吼。啊，另外咱一个大哥咧讲讲，听到迄个27号票开出来吼，天，讲怎未吃未困。要笑一个咩啊？这免甲想法济啦吼，该咱的走未去，啊不该咱的咱摕袂着，安尼尔吼。是讲话讲等下摕到27，唔知边啊开啦嘛上拢无。我真爽啊！你恐怖呢？哎呀，27亿吼，所以一万的富翁啊！我这不是一万呢，一加万呢。